拍镜头，这边好，这边好，这不是卫生间吗？这什么鬼呀、啊？小千的人，电梯，这不是卫生间。你看，见鬼了！去书店干啥呀？那也没什么好逛的，返回吧，返回吧。到处逛呗，来到这叫逛。什么跑车？跑车啊！这前途是什么牌子啊？咋没见过呢？啊？前途是跑车啊？这也上。这里是非常时尚的东西，知道吧？这是你们年轻人最喜欢的时尚的东西，所有那些严肃也好，都是比较时尚。也是比较奢侈的东西，比较贵。是刚刚那个女的。
都是奢侈品，或者太年轻。IT 是什么？洛姐，你知道吗 ？IT 是什么？手机掉了吗？你怎么听到什么声音？在这里树底下，你敢拉吗？那么多人，你敢拉吗？那么多人，你敢拉吗？想拉。那你就拉裤子里面吧，草。不，那你就不要说。刚刚上了车才拉。这地方都没厕所的，那上二楼有没有洗手间吗？啊，他是已经，那不好。